皇上所求，天下大同，百姓和乐；臣妾所求，不过皇后安泰，六宫祥和。然而天下之事，要想做到一个和字，谈何容易？天哪，孔雀羽线不见了！别哭了，哭去有用的话，紫禁城早就被泪水淹没了。绣房献礼。再说，所有的危机只要把握得好，就可以变成晋升之阶。延禧攻略，本节目由熹妃传冠名赞助。